孙总对今天的场合是不是不太习惯啊？不会，其实我早就已经预料到了，因为赵董他们本来就是这种人。哦，要不是因为陶老师的话，我其实根本就不想出现在这里。只不过 TVF 老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嗯，陶老师让您失望了吗？失望倒是不至于了，只是我觉得有点惋惜吧。毕竟当初 TVF 的名字在纽约的时候，这个名字是多么的神秘而又有格调，当时多少金主捧着钱想要去跟他见上一面都没有办法。可是现在呢，居然为了一点点的钱要拉下脸来跟这两个浑身铜臭味而且俗不可耐的老头喝酒卖笑，能不令人惋惜吗？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应该要多替他好好的规划，不要让他的商品价值就这样子消耗殆尽了，是吧？是的，孙总，您的指教我会铭记在心。当初丽琴小姐真是说对了，她说这场妖宴啊绝对不能漏了您。其实你也辛苦了，要不是为了筹措经费，你也不需要这样子带着陶老师到处抛头露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谢谢孙总关心。其实你知道吗，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你这样子的。像刚刚这么混乱的一个场面，你竟然可以让他很圆满的收场，而且同时连赞助都谈定了。这没什么，这原本就是我的工作啊。不过孙总不是很能喝吗？怎么我看今天好像一直在克制啊？是不是太太不喜欢酒味啊？你是不是在找我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功课了吧？而你也应该知道我跟我太太分居很久了。那既然分居很久，孙总就没有新的物件吗？物件当然随时都有，但是重点是要看对方有没有意愿。那现在物件表示同意，下一步孙总希望对象怎么做？小游戏先玩到这里，以后来日方长。嗯。哦对，这个合作意向书可以借我看一下吗？哦，当然可以啊。你就跟他们说，这一次 TVF 的画展就由我孙庆恩个人全额赞助，而且连我们的超越集团体系下的所有事业体也会全部动员起来配合。真的吗？对于已经表达意愿的物件来说，我是绝对不会说谎的。谢谢孙总，有您的一句话抵过十份意向书呢。孙总，孙总的，你一直叫不凡吗？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 Kevin。好 ，Kevin， 那我们走吧。走。学长。学长。学长，学长还是画不出来吗？难道离开还不够吗？学长，学长，怎么喝成这样啊？学长，学长，学长。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是我在担心学长吗？还是他真的出什么事了？学长，你还好吗？学长，你没事。学长，你是不是喝醉？到底该发什么呀？学长，就算不能见面，我们还是朋友，你要好好的，拜托了。你这个傻瓜。不是说好了不要再见面了吗？你还发信息干嘛？今天聚会顺利吗？托老板的福，当然顺利啊。而且赵董和王总的意向书已经在我手上了呢，当场就签了。那雨飞跟他们相处的怎么样？我跟你说啊，今天陶老师的配合度超高的，不但一起喝酒，还一起作画。好，我明白了。不过老板，今天的收获还不是我刚刚跟你报告的这些哦。孙总裁把意向书给撕了，说要以个人的名义全额赞助，而且超越集团会全力配合哟。想不到陶雨飞亲自出马，效果还挺好的嘛。哎呦老板，那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中间。喂老板。这个女人真是讨厌，如果那么信任陶雨飞的话，以后自己去。什么东西嘛，没家教。刘可山，晚餐我给你。哎，怎么没等我回来就下班了？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嘿，居然还关机了。哎，佳武，你怎么回来了？周一姐，朋友那儿还好吗？啊，他没事了，回去休息了。但是刘可山怎么没等我就走了？你真可爱。可山又不是你的附属品，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啊。难不成每次等你回头想到的时候，他都应该站在那儿等你吗？
但是我每次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会在最恰当的地方等着我呢。所以现在他不等你了，你不习惯了？也不是，就是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居然关机了，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这个问题啊，答案在你心里。我先走了，记得关灯。答案在我身上。还是得找可山好好聊聊。可山，可山，可山，你那么大声干嘛？我又没聋。那你干嘛不理我？家五哥，你俩太不够意思了吧？居然也不跟我说一声。还好我聪明，我找不到你啊，我就找你。嗯，特别是你，不是说好在公司等我吗？怎么自己走了呢？我还给你带吃的了，电话也不接。家五哥，是我去找可山，还拜托他跟我去买东西吃，错在我，别怪他了。哎，你天天不打球，天天就知道带他吃东西，吃吃吃。好好好，喝酒喝酒喝酒，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哎，你说科比好好的怎么就退役了呢？真是。对啊。一代伟大运动员就这样退役了。对啊。可山，可山，别叫了，他睡着了。他平时很能喝的呀，今天就喝了几瓶就这样了。我想应该是他最近心情不大好。心情不好我怎么不知道，天天上班我就在他对面，一直都好好的。家五哥，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正眼看过可山了？我天天都这样看他呀。我是说，你没有把他当成妹妹看吧？你只知道他总会在你的身边，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但你有想过？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吗？你有把他放在你的心里吗？有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谁教你的？可山教你的？
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嘉武哥，你不能一切都依赖着可山啊，他不是你的附属品。越说越来劲是吗？喝酒。喂，你起床了吗？醒了。好吧，我知道你昨天喝多了，多休息一会儿。你等会儿可以泡点蜂蜜水，蜂蜜水可以解酒。我把蜂蜜放在冰箱的第二层上。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先挂电话了。起床气也太重了吧。到底什么事啊？喂，曹老师吗？我是孙晴恩。孙总。这么一大早跟谁打电话打那么久？嗨，宝贝女儿，好久不见哦。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我要到上海来拜访老朋友，顺便看看你跟雨飞啊。可是你没说你今天会来啊。就临时改了机票嘛，干嘛不行啊？哎呀，你这个办公室啊，气派归气派，可就是少了这么一点 femininity， 中文怎么讲？女性气质。耶、yeah, 女性气质。啊，这里太像一个老男人的办公室了，你不觉得吗？这里只是一个上班的地方，重要吗？怎么会不重要啊？你爸常说一个人办公室的样子就是他生活的样子。那你看这里啊，如果换作是我，我就去买一个琉璃工坊的盛世如意。哦，你身后的这幅红绫的秋光，你应该把它，对，放在这个地方，对，就是这里。哦，这幅刘国松的画摆在这里太沉重了，你呀可以把它。这是我的办公室，不是你的办公室，我自己舒服自在就好了。所以啊，我就是希望你每天走进办公室里来都舒舒服服的呀。哦，我知道你这个人怕麻烦， It's OK， 交给我来处理。够了，你不要管我了好不好？也不要控制我了行不行？我只是关心你呀，你有必要用到控制这么严重吗？
你都多久没回家了？平时连个电话也不通。我特地飞过来看你，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话？喂，一凡来了吗？叫他进我们办公室。陶老师，孙总请进。打搅打搅。不会，这里是我的画室。哇，不得了不得了。这幅是你现在正在创作的画吗？你知道吗？每一次我看到你的画，似乎都可以给我一种超越视觉的震撼。你知道，那就像是像，这要怎么讲？就像，很像你所有的颜色跟线条都能直接的射到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当我看到你的画的时候，我就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一样，我好像在你的画布上面，我可以感受到你画下每一笔的那个时候的热情，还有你情绪的脉动。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能够。陶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又献丑了。我现在在你本人面前大肆的侃侃而谈，我真的是丢脸丢脸。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来能在我面前说出毫不修饰的感想的孙总可算是第二位。那第一位是谁呢？不就绑在一起几年，就以为很了解我是吗？少自以为是了。是，我是不了解你，我不懂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帮助你，那么害怕别人关心你，因为你害怕跟别人相处，你不知道用什么来换，连最基本的人情你都不愿意给，就像你的话一样，永远都是打好底稿跟构图，永远都是用最安全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你的话永远都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是个傻瓜。傻瓜？没关系，已经不会再联络了，不重要了。不重要。孙总今天来只是来参观我的画室的吗？啊，对，当然不是。如果我只是想来参观你的画室的话，我绝对不会一大早来打扰你。我就是想来问你关于报道的事情。报道？什么报道？陶老师应该没有随时浏览新闻的习惯吧？来，这篇报道。照片是怎么流出去的？媒体记者是怎么知道消息的？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事先收到风声。那天在场除了我跟陶老师还有三位老板，就没有其他外人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流出去的。我不想听到不知道三个字。你事先不知道怎么预防，事后不会处理吗？那我现在立刻发表声明，解释昨晚只是私人聚会，跟筹谋画展无关。这种软弱无力的发文你发100篇都没有用。你现在就去找撰文的记者是谁，让他们负责编辑的主管来公司解释清楚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发这种负面新闻的用意是什么？可是这篇报道没有署名。哎，一凡，你不要告诉我没有署名的报道你就查不出撰文的人是谁。好，我现在立刻去查。
喂，就像你说的一样，气炸了。一凡，你放心，不会有人知道的。哎，我现在不方便多说，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慢慢聊啊。那先这样了，我的好朋友。睡过头了，你帮我打下卡。我知道你睡过头了，我已经帮你报了公出了。感恩感恩，我一会儿就到啊。那你能不能先把袜子穿好，把衬衫的扣子扣好，都扣歪了。你怎么知道我袜子没穿好，扣子扣歪了？往你的右后看，右后。你怎么在这儿？所以说，你到公司打卡上班，还帮我报了公出，还买了早餐给我。对啊。哇，你一个人可以办这么多事啊。一直都是这样啊，你才知道啊。你慢慢吃吧，我先走了。啊，你去哪儿啊？去找阿丽，给她送海报，顺便跟她一起吃个午餐。哦。你不能慢慢吃，吃完了还得去公司呢，你。嗯。劲爆消息！劲爆消息！怎么了？怎么了？一凡，听说他现在在陈立奇重组的 GK 那边当公关部长哦。部长，部长，明明就在我们这边黑掉了，没想到他现在居然可以谷底翻身，而且位置比在这里的时候还要高两三阶。哇，很意外吗？天哪！像他这样一逮到机会啊，就攀高踩低的势利鬼。哼，新公司跟旧东家这样对立，完全就是他的风格。不会啊，我觉得一凡很适合这个工作呀，毕竟一凡在我们这边也闷了很多年了，对不对？闷你个头！真是。哎，陈英姐。陈英姐，陈英姐怎么来了？陈英姐，陈英姐，你不是才刚出院吗？是啊，我来是跟钟总请示一下复职的事情。复职可以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呀。对啊，我看你再休息几天吧。我如果是你，我就不来了。哎，劲爆消息第二发，这边有 TYF 的负面新闻，我念给你们听听啊。华裔画家 TYF 醉酒丑态毕露。一位筹资不惜降格，席间还有艳丽女子作伴。啊，这不是一凡吗？啊，一凡，快，真的？哎，等，是一凡。如果一凡现在是 GK 的公关部长，他带陶宇飞去那个饭局，那 GK 的老板陈立奇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不是他的未婚妻吗？哪有人这样整自己的未婚夫啊？这个局面实在太难懂了，我不管了。乱七八糟，哎呀，乱七八糟，走了。立奇应该不会任由一凡这样糟蹋学长才对，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陈一，钟总，请您到他办公室一趟。好，我马上来。你有必要这么着急吗？谢谢钟总，其实现在已经没事了，就等拆线了。你看，哎，还是有点疼，不过不碍事的，随时可以上班了。你是没有什么大碍，但也没有必要回公司啊。那些照片的风头都还没有过，你现在回来只会让媒体追逐而已。那我现在还是留职停薪吗？陈英姐，钟总已经把你的留职停薪改成病假了。病假？怎么？
难道你还要求工伤假吗？没有，谢谢钟总，我给公司添了这么多麻烦，你还能帮我争取利益。钟总，想不到我离开短短的时间，康纳在您的领导之下已经变成一个不思长进的温馨大家庭了。都什么时候了，没人在做事，只顾着瞎混，这样对吗？去看一下。是。我是跟陈总约的，怎么你来了？陈总他在忙，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也一样。那看来陈总并不是这么看重我们。钟总这么说就误会了，陶宇飞是他的未婚夫，又是 GK 最重要的艺术家，他怎么可能不看重啊？既然看重，为什么要糟蹋宇飞啊？糟蹋？钟总，我不懂您的意思。你不会不知道今天劲爆的消息吧？难道陈总会不知道你安排的饭局吗？陈总当然知道，我现在可不会做什么欺上瞒下的事情。那我就不明白了，陈总应该很了解陶宇飞的习惯，他怎么会让你安排他跟富商应酬呢？安排这些应酬可是陶老师主动要求的。不可能，陶宇飞不会这么做，一定是你在说谎。哼，我何必说谎？而且我们 GK 要怎么去经营跟我们有经济约的艺术家，轮不到你这种不相干的人士插嘴评论吧。一凡，你在这中间玩什么把戏可要小心了，不要觉得没有人可以揭穿你。如果你是想要玩残宇飞来报复我或报复陈一，你还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我或是陈总就已经把你收拾了。哎呦，我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说我好怕，我怕极了。可是钟总，我现在是非常需要替陶老师来争取更多的赞助，重新磨亮我这个品牌，怎么可能会玩残他嘛。至于说到报复二位吗，我倒是挺想，但是我觉得不用我出手，自然会有人代劳。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今天这样。见你特别打扮，怎么跟阿丽吃个饭就打扮这么漂亮？这是吃醋吗？家务。我没吃醋啊。你说什么？吃什么？我说我中午没有吃醋溜鱼。我管你中午吃什么，你能不能去帮我拿一份打印档？好。谢谢。可山，你印的什么呀？哎，这机器坏了，怎么回事啊？可山，呀，怎么回事啊？哎，你在干嘛？不小心弄死机了。天哪，我的电脑！我来动，我修一下，我修一下。你可以吗？我看一下。家务，周一姐找你。那对了，我你再确认一下这块啊，我给你看一下。我看看。你看等会
等我再跟你算账。都不行，好像还要再修改一下。秋怡姐，我不是故意把可山的电脑还有打印机弄坏的，修理费的话就从我工资里扣吧，我没问题的。你真可爱，咨询部就可以处理的问题，我干嘛扣你薪水啊？那秋怡姐叫我来还有别的事吗？你的企划案我给老总看过了，老总很喜欢。客户呢，我也跟他聊过了，客户也很满意。真的吗？嗯，太好了。不过客户想到了一个新的 idea， 想要加进案子里。没问题，我来加。可是啊，哎，你别靠近我的电脑，离我的电脑远点，好不容易才修好的。怎么了？刚才周姨姐叫你进去，是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吗？与其说严重，不如说是惊吓吧。惊吓？为什么呀？客户想要把生活品味教育放进他们的员工职训当中，希望可以包含在我们的企划案里面一起进行。可是周姨姐，我们的案子是针对下半年的当季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案子就不是单次单季，而是跨季，甚至是跨年度的合作案。跨季跨年？第一次签约，客户想要保守一点，先签三年，之后再来评估效益，效益不错的话，就五年五年签。所以说菜鸟业务兼吉祥物邱家武居然帮公司争取到了一个有机会合作十年以上的大客户啊，你好厉害啊。怎么了呀？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我还没说完呢，娇姨姐说客户希望我们找两个方向的导师，一个要运动健将，名单由我们来定。这个你自己就可以了呀，拜托，你可是黑熊少侠哎。另外一个呢？另一个困难啊，另一个要艺术界的讲师，而且名单已经定了。谁啊？化名 TYF， 本名陶宇飞。陶宇飞啊？你也知道我跟他从来都不对口，怎么办呀？怎么开这个口啊？而且你前几天才跟人家撂狠话，你还打了他。对呀，这怎么办啊？不然让我去跟他。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喂，阿丽，约球场可山一起。阿丽，你怎么突然找我打球啊？中午不是刚一起吃过饭吗？家武哥，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谈。谈什么？我觉得可山不能再这样了。啊？我要让可山见证我们之间的对决。对决？你是要挑战我的意思？是。哇，这是我最爱吃的甜点呢。你笑什么？没有，我只是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小女人的一面。我平常是有多man？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所有的女人平常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象，但是当一个美好的甜点放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大家就都一样。
你不知道啊，女生只要吃到好吃的甜点，就是她们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嗯，好吃。明白。现在的我偶尔想起还是会悄然难过，听说曾经你回来过，如果是那时候，好想对你说，那瞬间牵起的每秒回忆，每刻场景，让我一直牵挂的依然是你。很对不起，直到遇见了你，从没忘记，还来不来得及听你声音。刚跟陶雨菲说清楚不再见面，就只是帮忙打个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要想这么多理由来推脱，这么勉强的话就算了。雨菲她跟我解除婚约了。什么时候的事？你们有没有问过我？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今天如果我赢了，就把可山让给我，不要再去缠着他。打球先赢了我再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别打了。我腿没事啊。对啊，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我说别打了就别打了。